由孙玉云姐妹花及好友廖小乔、林木杰等名媛贵妇团创立的彩妆品牌，今日邀请王大陆出席形象店开幕，并献出担任一日店长的处女秀。凭着演出《我的少女时代》累积的超高人气，众多少女粉丝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。王大陆自称超级紧张，很怕没有人来捧场，真的是想太多了。而他跟现场为幸运中奖的粉丝亲手画眉毛，引起全场尖叫。好了吗？我们左右转一下。这是对的吗？这样对吗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来来来，我一次放过吧。我的少女时代在台票房大破3亿7000万，十月初也将在香港举办首映，但迟迟不见登陆消息。有媒体爆料，我的少女时代审批遭到刁难，王大陆信心满满表示不会受到影响。而被问到是否想重回小荧幕挑战金钟，他则说很想尝试。有啊有啊，如果有很好的剧本或是导演，我觉得我一定会回去啊。我也想去今年的金钟奖，没人找我呀。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大陆审片就是会要一点时间，那不是我们能控制的。那么在做之后，你想哪去发展？我吗？我会吧，会想啊，会想，看有没有机会啊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左边的媒体朋友，左边下方。